my vlog.也记得很清楚，朋友的朋友，我那天在研究名字，我有个客人叫姓金，金钱豹，我以为说金钱豹，还有一个什么曾正好，姓曾，名正，曾正好，可是有的名字取得就不雅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那个大哥说他从来不敢跟人家讲他叫什么名字，因为很难听，因为他们家姓蓝，然后他又是大孙，对不对？他小时候呢，他阿嬷就说熊多，他上大，他偏偏又姓蓝，很难听，对不对？那你翻译成中文，你自己翻译，静静的翻译，这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听到？哦，他就说他都只要敢跟人家讲他姓蓝，他不敢讲他。前五分钟你就开始怎么样？经历列米家，你要把袋子什么的都要记得带下火车。那火车到时候呢，你下了火车，我们要赶快去联系山。地区性的火车好像有点像我们电联车，哦，它如果是 IC 就是什么城市跟城市之间，哦，ICE 就是什么，就是 IC 就是 Intercity 城市与城市之间，这个是地区性的，哦，有点像电联车。那，啊，这个的话是什么，我们所谓台湾的那个有点像郊区的电车，郊区的电车，哦，所以你看这个你可以知道它的车，还有 ICE 什么Intercity Express 就是城市跟城市的高铁，有点像高铁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然后几点，对不对？起站，比如说这个火车来到这边，它是从哪里 ？Lettenburg， 哦，它是从这边来的火车，它要可能就是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老沙哪洛桑来的，是吧？9:04，这台火车哪里来的？从洛桑来的，哦，然后之后它有时候会再写一个什么？哦，这个。抵达人站，哦，地址的 flight 就是月台，啊，哦，那这边写什么？大概10分钟 ，später 就是 delay， 啊，哦，对，对，50人集合。我们之前在这边吃卷饼，好怀念。我们买的是这个哈，来。10:10，
大概半个小时。十二号月台。十二号月台。哎呀，哎。Angelbank。英德堡。英德堡。水很清澈，水超级清澈的哟！哇，4.2度，好炸，酷又好吃，对，真的值得买。对呀、啊，便宜，刚进货。上次我们在这边。要准备去搭缆车了。来来来，我冲给你耶！哦，你这地方不玩？哦，这可以站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吗？这个感冒。去走那一座湖，哎，要当成直升机吗？来，拍起来，我们在船上。
变成1200，一千二，刚刚还是990的一千。我刚下来而已。我刚冲下来。超好玩的。
去都老了了，是吧？哦，台湾的以他的风水不是好，他市政厅啊，苏黎世是一个水上的市政厅，哦，这全欧洲没有几个水上市政厅。你会发现这个什么天暗的比较早，你如果夏天来，我告诉你，猜几点天黑？九点多，天还亮亮的。我们晚餐吃竹园酒家。Hello。32.75是吗？对，纯素不加葱蒜哦。哦，我知道，三只就在一起两个斋。对啊，微微你坐过来啊。我没。啊？现在跟隔壁栋的人家在那边。哎，菜，中菜都是这样。好吃吗？嗯哼，肚子饿就好吃。那是什么？像糖醋鱼片。这边的那个一条块70块，请问你买得下去吗？那个缤纷乐，缤纷乐要看一下多少？2.15块，2.15位啊！再看一下价多少？77块，77块，算了，我在台湾买。2倍。我们今天房间1047。哎、欸，外套怎么都进来了，行李怎么都进来了，这么厉害！哎、欸，来，卡片没插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卡片插进来，就打开了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浴室。哇，嗨！来，我们看一下马桶。哦、很大片的落地窗，这里是苏黎世，好像是我们的车，好，很漂亮哦，天花板还算蛮高的哦，还有一幅漂亮的风景画呢，对不对？